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的那个作品呢，我们将以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花器啊来做这个插座啊。我自己个人在学花的过程中呢，对于青铜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这是一个仿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仿制过青铜器经过历久弥新的时间之后呢，借由铜所产生的一种铜绿铜锈所产生的一种绿色的那种带绿的色彩所形成的一种很美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依然是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它呈现出来的那种色彩呢，就像玉一般的漂亮就像我们的那个玉一样的那种色彩的感觉。然后青铜器呢，一般来讲它都会具有一种蛮端正的一种优美的意象然后呢在青铜器上呢有时候会雕刻一些铭文那这些铭文呢也是在我们在做古典的文化或古代的一些历史的考证的时候非常好的依据。那除此之外呢，青铜器上的纹饰呢也非常有它的代表意象所以呢在一个铜器上呢一个青铜的器具上面呢也诉说不断的诉说不完的一些历史的典故跟故事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将以这样的一个花器呢来插座。那我们知道呢中国自古以来呢，在古董的鉴赏里面，我们说铜陶瓷玉所以铜可以说是排名第一位的那再加上呢，我们在讲花酒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说花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存百花的这个储存花的一个屋舍所以器皿它的重要性呢由此就可知那今天呢在这个青铜器上呢，平常如果是冬天的话，我会在这样的花器上插上很美的一个松那现在因为是夏天，所以夏天呢我们在插作作品的时候跟冬天就会有些不一样那夏天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有夏天的一个风采那各位爱花菩萨首先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一只这样的一个南天竹那这个南天竹它特别的翠绿就是我们在选用南天竹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那他们会给我送来一只像雨伞一样大的这个南天竹然后其实呢在我们在挑南天竹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南天竹本身呢它的叶子不要太大叶那太大叶呢就没有办法展现这个南天竹这个叶子的一个美感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只南天竹它非常翠绿的色彩，然后在炎炎的夏天呢这样的绿呢带给人很好的一个清凉的感觉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当我把这个南天竹插到这个瓶里面呢，因为我没有在瓶口里面做瓶口的这个煞，所以它就会产生晃动的感觉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固定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瓶口煞跟瓶底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瓶身呢做一个煞，把它做一些固定那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说呢比如说我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枝梗，那我稍微量一下我这个瓶口的这个宽度然后呢确定了之后我就把它绑起来我就把它做成十字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煞我把它这样固定一下下然后我把它
用橡皮筋啊，因为橡皮筋它很有韧度，然后呢我就左右呢啊把它弄一下下啊，然后我们就试试看哈，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底煞啊把它固定起来了啊。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看我这样子一敞开之后呢，它的整个那个南天竺的稳定度就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啊。那这样子我们在擦的时候它就不会摇摇晃晃，就会很稳啊。那再加上它里面的这个煞帮我们做一些定支，所以我们在擦别的花材的时候呢也会比较不会晃动的感觉啊。好，那我在弄完这个南天竺之后呢我在下端呢加一点点果实啊。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呢有一只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国樱桃啊，美国樱桃哈。因为其实在炎炎夏日呢，我们会发觉呢在市场里面呢可以拿来插花的花材并不是太多啊，因为好多的植物都受不了这个夏天的这个炎夏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就会就会很多的花材都会奄奄的啊。那有一些要找到很适当的花材是比较不容易的。好，我是刚刚稍微的摆试了一下这一只樱桃呢，发觉说它好像是需要折枝啊，因为我本来是想要采用比较自然的一个感觉来插它啊。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 OK 的啊，看一下这个姿态啊。如果我要把它做展开的方式的话呢，好像还是要稍微做一些折枝啊。好，那我们在这边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示范啊。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啊，因为这个枝本身呢它是比较直的啊，但是因为我这个花材本身已经有直的这个南天竺了，所以我想要让它往后段或者往前段啊，做这个做这个这个整个果实的一个就是最美的一个感觉哈。好，所以我在樱桃的这个地方呢，我大概要折枝出去，所以我在这边给它剪一个确定大概要从那边折枝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我用一个20号的铁丝啊，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用一个20号的铁丝，然后我把它折成四折啊，折成这样四折。那四折之后呢，我把它放在这个我折的我刚刚剪枝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把这个地方剪平一点点哈，就是我们在折枝的时候尽量让它呢能够看起来感觉上是很平稳的啊。因为折枝呢折枝帮这个树枝做一些花型的一个变化呢其实也是有它的蛮正面的一个意义的哈。好，比如说我现在先把这个地方呢，我刚刚把它剪了一个枝的一个地方啊，剪了一个好，然后我把它因为这里是我最主要折的地方，我先把它固定的位置啊，然后呢我再往上拉一下下啊，往上拉一下下啊，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固定啊，然后呢我再往下段的这个地方呢啊，再把它做一个固定。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三段的这个铁丝的一个固定啊。那我可以加上tape 啊，去帮它做一个就是让它呢比较可以帮助它的吸水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这边有这个咖啡色的这个 tape 啊。好，我把它稍微的加上去啊。那这种 tape 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在折枝的时候呢比较枝材本身比较有韧度，比较不会断掉。那第二个呢，这种 tape 呢它可以帮我们在吸水的时候呢也能够帮助枝材做一些吸水的辅助的功能啊，所以它有双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个把它加起来。那这样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是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好，然后我再把它稍微的折制一下下。好，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我们要的角度把它折出来啊，折出来哈。好，下段的这个 tape 我再把它加一点点。那我们看一下呢，啊，这个枝它就会形成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再把它插进去，啊，再把它插进去，啊，好，那这样子我就能够达到我比较想要的这个角度的一个美感，啊，所以有一些枝材为什么要折枝呢？啊，其实呢，这个折枝呢，能够把这个花材本身呢，它的整个美感啊跟感觉呢，做更好的一个诠释。啊，所以，我们之前有借由一首诗啊，那个陆游有一首诗，他说"胆样银品异样眉，那北枝折来未全开，未临落墨荒山里，换路诗人积案来。"那在这首诗中呢，我们会感受到，诗人对花的一个爱啊跟珍惜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呢，花朵虽然丽质天生啊，它生长在大自然中，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人的这个因缘啊，那我们借由花的因缘，把它加以的在做第二次生命的再创作啊，就是它生在大自然是它第一个生命的一个美感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用人为的这个美感啊，再把在第二次再造灵奇啊，那让花呢呈现出第二次生命的一种美感啊，那这就是插花艺术本身蛮重要的一个想法啊，理想啊。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用了一些的羊毛松啊，羊毛松哈，那个因为在炎炎夏日呢，羊毛松这个花材呢，它也是蛮耐的一个花材哈。好，那我今天的主花我用的是一朵这个蝴蝶兰啊，蝴蝶兰哈。好，那因为那个蝴蝶兰呢，它是蛮耐的一种花哈。那我用这个蝴蝶兰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花啊，主花。好，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主花的这个位置上。好，然后在蝴蝶兰上去之后呢，我们加一点点这个叶子啊。因为这个叶子呢，它可以增加作品的一个动感啊，跟动态跟表情。好，那我再把这片叶兰固定好了之后呢，那我再应用一些其他的花材来做它的下段啊。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这种松果啊，这种松果哈，那这些松果都长得非常的可爱，而且非常的特殊啊。好，然后我把这些松果做一些些的折枝啊，像这些松果本身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个香味啊，尤其是在夏天哈，透过那个夏天的那个很热的那个气温的那个影响啊，有时候你在屋里插上这样的一个枝材呢，就会觉得屋子里面呢整个都是香味的哈。好，所以我把它在这里呢加上一点点这样的小松果，小松果做它的这个下段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修饰啊。好，我们再加上一只的松果，好，做侧面的啊，因为这个花器本身是已经是蛮有特色的啊。那如果我们不以太过于里面的一个插画的方式来讲的话呢，有时候这样简约的一个感觉呢，它很能够显现出气的美啊。因为我们如果以很标准的一个里面画的一个插法啊，就是比较壮丽激情的啊，然后代表的一种社会秩序的一种美感的插法呢啊，那我们就可以插的比较正式庄严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用有一点点心象的一个写插法啊，来插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作品本身呢就不要在花材上面用的太多啊。好，那我现在用了一些这种
可爱的这些小松果呢啊，来做它下段空间的一个修饰啊，修饰啊。那我们在侧面的地方啊，后段的地方呢啊，都给它加一点点这个小松果啊。好，那在加完这个松果之后呢哈，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花啊，这个花叫长寿花啊，长寿花哈，长寿花也是非常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一个花材啊。因为它这个花呢有一点点就是像那个多肉植物的感觉啊，然后也是很耐的一个花啊，而且它的名字又非常的吉祥啊，所以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所以我在侧面的几个地方加一点点长寿花啊。那我有一点点刻意的让这个花器本身呢一半的瓶口是裸露出来的啊，裸露出来的。我把这个长寿花的枝梗稍微修饰一下，这下后段哈。啊，我们让这个长寿花呢，那个就是围绕在这一件作品的四面八方啊，四面八方的感觉。啊，好，那在这样做完这些作品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枝角的一个修饰啊，也就是呢，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我的这个瓶口呢，它是占掉大概是2/3的一个空间哈。那我们在插一个花的时候，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可以插得很饱满啊，它是一个美感啊，但是呢，如果说它的水面空间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表现啊，其实也是很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由这样子，就是很高贵的一个青铜器啊，然后插上具有夏天风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瓶花。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件作品呢，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编织的很美的，然后很小巧可爱的一个小篮子啊。我每次把这个教室放在篮里，好多的同学或朋友来看的都觉得这个篮好可爱哦啊。那这个篮呢，其实它是仿中国宋朝李松《兰花图》啊所编织的一个篮啊。那原来的构图呢是比这个大一倍以上的一个篮子啊，那很多的竹编家呢再把它编成小篮子，那它编成小篮之后呢就变成小巧可爱哈，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喜欢。那在这样的一个篮呢我们都知道呢，兰花有各式的一个摆法啊，那篮呢就像我们之前在做很多的介绍呢，篮本身呢就是一种礼啊，也就是古代呢，任何的礼都是借由篮来表现出来啊。就是当我们去探望别人或给别人送一件礼物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装在篮子里面啊。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所要用的这一个花材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的这个花材呢，我们称它为桑露啊，桑露哈。那桑露这个花呢，我觉得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它哈，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花材，而且野地到处都是啊，但是桑露这个花呢，它从它的刚开始开花的时候是白色的啊，所以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它现在这一株里面它有白色刚开过花、刚刚结小果的桑露，然后结成果以后慢慢变成这样的一个绿色啊，绿色啊，然后呢结过果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红色，然后它具有蓝色的染料的这个功能啊。那在野地里面呢，有时候到处长的都是，我们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平凡啊，但是它用来
夏天的时候插花呢是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耐的啊、哦。那个这个桑露呢，它的枝干又是红色的，好、哦，所以整个虽然是野地常见的一些花材，但是呢，它的整个在观赏的价值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啊、哦。好，那我们用这个桑露呢，来做今天的主要的花材的插座。那这个桑露呢，我们在保养它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诀窍，就是你一定要剪掉大量的叶子啊，因为其实桑露呢，它在大自然中叶子是非常的多的哈、啊。那如果说你把叶子它长在土地的时候，那个叶子是对它来讲没有构成吸水的这个困难啊。但是如果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我们把叶子留了太多的话呢，那这个桑露呢就会微微的就很枯萎的感觉哈，所以感觉就比较没有这么的有精神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它的这个叶子大量的取掉之后呢，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把它插得太长啊，那它的吸水性就是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当我把这些叶子减少以后，它这个水分就会供应的上去，那叶子就会不会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感觉啊。好，那我现在呢把这个桑露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装饰啊、哦，那这桑露看起来像很可爱的这个小葡萄的感觉啊、哦，好，然后我稍微再把它剪一下量啊、哦，然后剪一下叶子啊、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增加整个桑露的这个吸水性啊、哦，吸水性，然后在插的时候尽量不要把它留得太长啊、哦，然后把它做一下后段。其实如果我们以一个很文人野趣的一个插花哈，我们可以只要插，感觉上插了一篮的桑露啊、就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野趣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桑露之外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我们来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火焰百合啊，火焰百合哈，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火焰百合呢，它是就是。色彩非常的好啊、而且看起来很喜气的感觉哈、啊。好，那我把它剪了一下下。那火焰百合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它不能太长的插，如果太长的话呢，它很容易就会，那个花朵就很容易，枯萎掉啊。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叶子不要用到太多，不要留下太多哈、啊，因为留太多呢，我们会发觉。那个花就特别容易枯掉啊、哦。好，那我把尤其是我把这个火焰百合呢，把它分开来去分成两枝啊、哦，让它吸水啊、哦，让它吸水。我再把这枝剪短一点点哈、哦，最主要是让整个花器的这个提梁呢能够展现出来。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提梁的观念，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篮子的这个手把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称它为提梁。好，那我们插花的时候，最好能够让提梁的一种美展现出来，哈。所以我把这个火焰百合让它不要太高的感觉。好，那插完火焰百合之后呢，我来做一下它的下段丛枝，哈。好，现在用的这个是。这些松啊、那这个羊毛松呢，它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常常被进口到台湾来使用的一个花材啊、因为它特别的耐热啊，特别的耐热哈、好，那我用羊毛松做它的这个下段啊、那增加它下段的一个力道跟感觉。那除了羊毛松之外呢，哈，我再增加一点黄色的色彩啊、因为我们知道呢，那个在一件作品中呢，我们常常讲高明度、高彩度啊、那我们知道黄色是很高明度的一个色彩啊、那我用这个黄色的海鱼啊、来增加这件作品的一种缤纷跟美感啊、那。
我们用两只的海鱼啊，前后互相的呼应跟互动。好，我们看一下两朵这样的海鱼加上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篮子里面，好像一下子就那个生气盎然的感觉哈。好，那我现在从后段看哈，我在后段再给它加一点点的这个桑露啊。好，那我一样是把这个叶子呢再减少，再减少啊。然后，我们知道呢，这个篮子它有所谓的前宫跟后宫哈，也就是前段的地方向阳的部分呢，我们称为前宫。那我现在在插座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后宫啊。那前宫我们说过它是向阳之处，所以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我在前段插了比较缤纷的一个颜色，也比较欣欣向荣的感觉。那后段呢，我们就称为后宫。那后段呢属阴啊，那前段属阳啊，所以在一个篮中呢就是借由提梁可以分出阴阳的一个观念啊，阴阳的一个观念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篮子的这个部分啊。那在下段的这个地方呢，我再加上一点点的叶子啊，来做它最后的剑山的一个修饰啊。那篮的有些时候我的学生常常会问我说，老师篮有没有把手的问题，就是它的高度的问题哈。那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在插花中呢，有一些花型它可能会有这个枝角的这个多高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标准，但是篮的枝角呢跟盘一样，就是清碧干净啊，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啊，它不需要一定是一把手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枝角的一个角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插的时候呢你要观察一下它的四面八方，所有的花材通通尽量不要靠到我们的篮啊，篮身哈，然后枝角干干净净的，但是呢，我们的剑身也不要过分的裸露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借由这个桑露呢，插出一个，感觉上，就是，色彩蛮缤纷的啊，那又具有一点点民间气息的一种，夏天的带有夏天风情的一个兰花，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把佛像、把经文、把咒语印在帆布上，刻在石头上，随风飘。风吹到哪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风吹到哪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就可以圆满，就可以满愿。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咒语、佛像，到处送给人家，挂在车上，挂在山上，挂在任何地方，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